壮丽大屯山，挥看着轻快流向大海的淡水河，绿色和平，台湾文化广播电台，甲咱斗阵为台湾打拼。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天。啊，你今嘛所收听的是台湾人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本土电台正论节目第一品牌，请大家来共同参与。怀念的台语老歌，会让咱想起着过去的点点滴滴；难忘的日语歌曲，更加让咱想起少年时阵难忘的回忆。请收听台湾人俱乐部。咱这个节目是由圣山企业公司好意为咱赞助提供，有着张连军、姚林、阿星为咱来做着辛苦的服务介绍。希望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会当为恁带来轻松加愉快。张连军、姚林、阿星，诚恳来祝福您。咱圣山公司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0800-0500-668。感谢啊，咱所有中部时代听众朋友啊，大家下午快乐哈，陈总统平安。
今嘛要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咱先来个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哈。啊，这是咱大理台北市呢，就位叶先生所点播这首大江湖所唱的歌曲，好来南林节来大家共同欣赏哈，感谢。掛け声いただいて、うなる音もこの音の河肌がぐいっと冷やだけ飲みをして、人だわりの感谢啊！啊，这首好听的歌曲，台北市叶先生所点播，好来南林镇哈，大江路所唱的歌曲。
现在要来进行到我们今天的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全部由我们圣山公司好意为我们赞助提供，我们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0800-058-668、节目由姚丽娜一个是李亚星在我们线上来给我们做这个幸困的服务，姚丽娜因为处理这些事情，所以给我们请教一下。好来啊，这个咱联播国电台拜到拜六下晡3点到5点，在咱台北新北家人，咱拢收听得到。这是家人轻松电台 FM 99.9，大台北热血和平台湾文化广播电台 FM 97.3，在咱大台中全球电台 FM 92.5，大台南爱乡电台 FM 90.7。高雄大屏東南方之音 FM 89.3，以及咱台灣人俱樂部 FB 粉絲頁，我們現場為咱做這個直播哈。好來，感謝以上這些電台來給咱做到這個聯合的報上，感謝。好来感谢啊，今晚就来加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2021年12月11日，今仔日是礼拜六吼。那今日整个台湾天气各地啊，差不多拢总是侪云到好天啦。除了东半部的所在，还有一寡局部短暂雨吼。大台北地区有原同款有可能会出现着南山的短暂雨，其他拢差不多是好天，温度阁不止一悬吼。咱旧历行到11月7日，气温的方面，对北较南温度16度到27度哈，这是咱天气状况，可能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哈。好，这个天气哈，真正有影，这下早时啊啦，出门安尼凉凉啊吼，戴个头外套，到家这个10点外、11点外来，我这里头出来吼。好热到像热人的吼，那衫衫不知道怎麼疼這樣吼，所以這種天氣穿衫不太方便，這大家有哪要注意一下吼，該疼我們就疼，如果該疼我們就疼，不理會在疼衫的時候有哪要注意啦吼，不然一個熱常常疼了太少，這樣怕他感到這樣吼，要稍注意一下。来，咱有缘同款，节目开始先来看一下咱国内疫情啦吼，今仔日是12月11日吼。11日，咱来个看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所发布出来哈，今仔日11日有10例啊，这是境外移入的个案，武汉病毒哈，中国的武汉病毒啦哈，这是10例哈，对这个境外移入的个案，分别7例是查甫的，3名是女性安尼哈，年岁是10多岁到70多岁之间呐。也分别未来是对美国、柬埔寨、印尼、有缅甸、越南、中国入境吼，入境的时间呢差不多伫是咧，这个做还时间较无重要吼。主要这些人呢，伊要上无人机之前的3天来吼，拢总去检验阴性的报告，结果呢，一个未来到咱台湾炸落来吼，炸着10个就对了吼。但是中部长咧讲讲。这个境外未来，这有可能拢会伫咧双位数吼，真来注意。啊，咱本土病呢，有原是挂零啦吼，本土病呢有那挂零。啊，大家感觉奇怪呢，啊，讲暗时有一个，这个叫做 P3 实验室的，这个叫做女的，这个助理吼，女性的助理，唔是有钓钓嘛吼？迄、个因为即卖咧内情讲伊啥物原因啦吼，啥物原因去感染到，所以暂时也无通报伫咧咱这个所谓的病例内底吼，暂时也佫无通报，所以咱本土病咧有原啊佫是加零吼，啊佫是加零安尼就对吼。啊，指挥中心啦，有哪共款啦，呼吁。民众啊，爱落实着这个手部的卫生啊，打扫的时阵啊，一挂手边啊暗啦吼，上重要就是爱挂嘴暗等等个人的防护措施做好些，尽量减少无必要的活动吼，还是聚会啦吼，尽量啊，这个叫做避免出入人济所在啦吼，或者是高风险的传染的这个场所。这拢爱细腻着对吼，有缘同款，大家要注意啦。这个本土今仔个是挂零，迄、那个实验室的，迄名女性的助理吼，等因内情讲伊到底是啥物原因感染，
是工作性感染，伊那工作性感染爱就较无要紧吼。啊，那是讲咧，即个就做啥呢？内清了的结果是属于社区安就较费事啊吼。啊，上重要是讲伊有那有行真济所在嘛吼，伊有那有出入真济所在，即马大家看十四天啊。来看十四天后有其他的病例蹦出来啊无吼，啊那无哈，这应该无啥物问题啦吼。这简单甲咱做这个报告，今仔日本土零，境外移入十，啊这叫做死亡的个案，有那是零就对哈。啊来甲咱听众朋友做报告哈，好来感谢。来，今仔日同款啦吼，啊咱下早时啊节目咧做呢，啊就安尼啦，家己一个人咧做吼，啊新闻吼，较讲到拢底下说哩。啊，就规日开放口音，吼，听众朋友，大家做伙来主持节目，吼，啊，来开讲报道，安尼来看看讲，这个要做啥，这个有啥咪议题，吼，啊，在讨论呢，主要是咧讨论讲，像那卡这四大公道案遮重要，吼，啊，电视刷电视无啥咧报，吼，电视无啥咧报，吼，啊，刷电视拢咧报这个眼价眼情标安尼啦，根据咱的听众朋友大家讨论结果，应该是安那。应该是收视率的问题，吼、哦，收视率的问题。简单讲就是讲，这个报公道无啥人要看，报公道无啥人要看，吼，啊，这报公道无啥人要看的废气啊！你，这在底下咧宣传未出嚟咧，搁都民调输遐济咧，搁无啥人要看，大家说对眼界，安那赚大钱吼，安那用啊创造出眼界的帝国哦，这当讲是这个叫做啥？兴趣多多啦，大家拢想要学看卖啊，看有法多像伊安尼啊，袂安尼吼。来来来，好，啊，咱呢，这个做小等的吼，下阶段，咱不是下阶段，等的头一阶段吼，啊，先啊简单啊，报一篇啊新闻，两篇啊新闻了后呢，后壁咱也是有兴趣要考验的吼，尤其是将来唔捌考验，咱这时间有长吼，点外钟的时间，随时你拢欢迎电话甲卡袂来吼，啊来表达出家己的意见安尼啦吼，无论是对公道也好啦，还是对这个眼界。这个台中第二选区林静怡，这个选区这边那个斗三间比较较方便，也是比较较有路用吼，大家想看卖。啊，至于讲公道的这个宣传吼，奇怪啊，公家安尼啊吼，啊赶快那个扭袂起哩吼，这到底问题是出伫倒位吼？这大家买单好好来思考探讨看卖啊，真正台湾人对这个公道这么重视吗？咱选立委吼，迄叫做代议者，你知影吼？咱选立委叫做代议者，就是讲咱从这个立委选出来，啊，由因这个立委吼，啊去做这个，就做啥呢？做这个替咱执行着这个立法啦，啊是啥会种种的工作路啊？但是有一挂法案吼，就交予人民家己来做公道决定，吼，这叫做公道啦，吼，人民家己来决定。但是人民家己决定，我个人的感觉，这应该是伫咧指国内啊。国内的代志，拢这代志影响到是国内的代志吼，啊，咱来做公道。啊，你若牵涉到国际关系、国际问题，咱讲真诶，咱有偌侪人了解讲整个国际，伊是啥物情形咧经营，整个国际伊是啥物情形咧运作，咱有偌侪人会当了解吼。所以你从迄个美国猪啊，即美国猪即个物件交互人民公道，即我感觉就感觉比较较无啥道理吼。因为咱一般的人民听着讲三八正来克多巴胺，这都较早妖魔化成功啊！你咧吼，啊听着就惊啊！你啊听着就惊，但是唔知讲这即卖时间过遮久啊！吼，有国际标准啊出来啊！啊，咱这个叫做美国牛啊，马英九进的美国牛，咱也食久去啊！吼，啊嘛无啥物问题啊，结果这个美国低数啊济，啊美国低数啊济无要紧，上重要是伊又个是牵涉着台湾。上界严重的就是美国猪的这个公道，啊，结果这个公道吼，12月18号就要见输赢，万不利啦，叫国民党赢去的话，讲台湾的倒退路啦，台湾讲的倒退路吼，啊，甚至贾金河先生一出来咧讲讲台湾的股票有可能怎掉嘞吼，可能会落落安尼就对啦吼，啊，这拢因专家咧讲的啦吼，来好，来咱来看一下这篇消息。啊，小等下吼，听众朋友，咱那个广告完了后吼，咱就当开始口音啦吼，等一下吼，等一下，咱就开始开讲。头前这半点钟先我阿先啊，简单转一下吼，啊后边来就开始，咱就老兴趣的，比如你就当口音未来安尼吼，啊大家来开讲，即马电话当小切断一下。咱先来讲一下这个，即马目前四项公道内底吼，咱有较赢面的啦吼，咱有较赢面的，就是核实的这个公道。
啊，涉事的这个公道吼，其实这嘛不是第一遍咧斗涉事的公道呢，这较早就咧斗啊呢，较早就咧斗，较早还没有公道法之前吼，这个涉事就拢曾经公道过啊吼，这今仔日有一位这个做潘晓芬呐吼，潘晓芬吼。啊，伊是就是公道促进会的这个叫做资深的志工吼，伊有写一篇文章吼，伊讲2014年天气封存已经遮尼啊久的这个叫做核事案吼，即马成为着国民党提来咧对民进党执政无信任投票的政治操作吼，即即马提来做政治操作，就是12月18日有一个核事重启案件啦吼。啊，这个潘先生伊讲回顾到这个国民党啊，长期执政的时阵啊，这个反切的运动就开始一直咧震动啊。啊，以公道来解决掉涉事的争议啊，成为过去在野的民进党啊，或环保团体啦、社运界的人士共同咧推杀的议题。那么对台湾的地方自治思想啊，第一遍举办涉事公道的所在，就是伫公阿寮哦，就是伫公阿寮。这是台湾历史上哦吼，地方自治史上第一次的公投。啊，这是公阿寮举办啦，1994年的5月22日，这是由公阿寮乡公所所举办的公投。啊，注意吼，迄阵还没有公投法嘞吼。啊，这个做啥的东西，由着这个公阿寮乡公所所举办的公投呢，这个做96.3%的乡民啊，公阿寮这些人呢，反对就去起核四厂啦吼。啊，当时啊，这个叫做乡长呢，是这个叫做拿赢的吼，甚至是国民党籍的，这个、叫做赵国栋安尼啦吼。迄个时阵的乡长是国民党籍的，是赵国栋。啊，同一年呢，我那赶快1994年的11月，台北县政府嘛举办了这个核实的公投吼，87.5%的国民投票反对起核实，吼、哦、反对起核实，这种压倒性的胜利啦。埃及到个1996年的3月22日呢，头一次总统民选的投票日啦、啊，这个叫做台北市政府呢，有那举办一个，这个叫做核实的公投，吼、哦，那举办一个核实的公投，当时是51.5%的市民反对，吼、哦、嘛，这嘛过半，吼、哦、反对嘛是过半，吼、哦。啊，到个1998年呢，宜兰县政府冇举办着核实的公投。64%的国民反对，哦，反对这个核实的起啊咧。啊，北台湾的国民啊，对这个核实的公投的结果呢，一旦讲是差不多拢总是反对多数了，对啦，吼，多数拢是反对的，吼。啊，但是呢，当时拢无去得到迄个阿爸执政的中国国民党的承认啊，因为讲啊，恁这拢地方家己办的啦，无法律的约束力啦，什么种种有诶无诶。但是对这个就做1994开始办那个看，公阿寮迄个反核是上厉害，吼、哦，公阿寮反核是上厉害，迄投票出来结果96.3%隆重反对起这个核是安尼，啊，但是国民党都袂咧甲你信到，即马来到2013年啊，马英九执政的时阵啊，由环保联盟的高兴炎教授领衔讲。是不是要当意识市场来装满了棒落去运转吼？这个公道的提案，吼、哦，当时注意哦，当时是马英九咧执政，就是国民党咧执政的时阵吼，啊，由着这个叫做环保联盟的高兴炎教授啊，又提一个公道案，啊，迄个时阵已经有公道法啦，吼、哦，迄个时阵已经有公道法，啊，结果呢，这个提公道案的题目讲是不是当意识市场？来装这个燃料棒，可以气运转，吼、哦，这个公道的提案。第一阶段12万人数呢，就无简单人数成功了后，送到中选会啦，一声就去哦，国民党执政的这个就做中选会甲驳回啊。这就是我咧热的咧热伫这个所在，国民党就是安尼，伊无要互你投，伊就直接就甲你驳回啊。啊，咱民进党执政都过高尚吼，都逐项拢互伊过，逐项拢都互伊投安尼就对。当时这12万份是第一阶段尔哦，打上到中选会尔，就去用刁难驳回，必须无多进行第二阶段的这个人数安尼啦。国民党执政的时阵起这个做核实吼，2014年啊，来这个做封存核实，即马又个发动讲要重启核实的公道。啊，呼吁大家啊，伫咧12月18日公道即天就对话，一展现出咱的民意。
投下着无同意票吼，或许是真真正正可以走入终点。以后这个核实的问题，卖搁再提起来查。谁来报这篇呢？这原因就是咧讲的，就是讲这个物件的公道吼。有当时啊，咱的政府当然啊，发兴管移民嘛吼，和咱的这个民众家己去行使管理，这真好吼，这真好。这就是民主自由啊，民主法治吼，咱都是咧公道法。但是咱的公道法内面嘛有一寡限制啦吼，某咪物件未使公道，某咪物件是安那样啊吼。譬如讲，这个你要公道，讲阿星啊是查甫的，啊是要公道阿星啊是查某的，啊这个未使啊啊，我着查甫的，你搞公道查某要创啥？吼、哦、对唔对？啊，所以呢，这个核实这个物件，伊有牵涉到整个这个国家安全的问题。吼、哦，咱讲真的啦吼、哦，实在讲起来，这个物件会使公道的，伊会使。伊会使，但是以过去长期以来公道咧，而且立处的结果吼，这个核四厂的公道，大概愈挖核四厂的人会愈反对，吼愈接近像咱头下咧曝光啊了，迄高达到90%几呢，拢总反对得着。啊，来到台北市啊嘛，啊个51%反对呢吼。啊，但是这个核电厂啦，万不哩出问题，吼核电厂啦，万不哩出问题咯。敢敢啊讲啊了，敢敢啊台北市，我甲你讲，规个台湾全部拢乌油，吼、哦，规个台湾拢乌油就对吼、哦。所以，这个物件会使可以通过可以导，这无要紧，这我无意见。啊，但是社环头倒转来来讲，这个物件由人民来做决定，哪阵讲人民来决定错误的时阵，这个物件伊就变成无专业性的考量，吼、哦，对，产生着这个物件无专业性的考量。啊，变成诶政治性诶恶斗，吼、哦，变成政治性诶恶斗了，对。啊，就是讲，哪讲哇，管台你会崩未崩？规定我就是要甲你斗同意啊。啊，你诶这边则是讲一大堆有嘴，讲甲无烂，讲足危险，是废了你也无地通好扛。啊，这个物件都台马车，啊，已经20-30吨啊，哦，无啥啥，你搁讲甲一大堆。会当最好诶人有偌济，这咱嘛唔知影。这要等到12月18日票开了才会知。啊，但是这个物件和人民公道，我还可以接受，哦，我可以当接受。但是你讲美国 DJ， 哦，来来，这美国 DJ 就麻烦啦。美国 D 呢，伫咧较早马英九的年代吼，伊要开放美国牛的时阵呐，咱这边则是绝对反对三八加嘛。啊，迄阵因为这个三八加这三字叫妖魔化去啊，已经上恐怖啊。讲到三八加，大家敢那从食了会死安尼有无？尾啊，国民党怎发明讲莱克多巴胺？我那唔是发明的啦，这是一个学名就对啦吼。莱克多巴胺，啊，莱克多巴胺其实通常就是咱一般民间咧讲的三八加，啊，国民党就无爱用三八加这三字啊，伊就用莱克多巴胺。啊，当时国民党要进牛的时阵，美国牛的时阵吼，咱是徛伫反对的迄个面。哦，当然尾啊有国际标准出来啦，啥种种有诶无？但是当时反对的时阵吼，话讲了上重。袂你若毋信，你阁等去变较早吼，较早马英九要进即个了，做迄个三八牛的时阵吼，迄、那个咱这边家所提出来的一寡只叫做只问题啦啥，迄阵反对讲了上重，啊，这个当怎立心啊？讲一个怎叫立心去？虽然咱即马咧讲讲，已经进牛进只久啦，嘛食较济去都无安那，啊，但是即马伊个猪吼，伊即马来甲你讲讲台湾人食猪食比牛较济，吼、哦，啊，啥物种种有诶无？所以即马这个三八猪吼，真较费气啊，但真正麻烦啊啦吼。哦好，安尼简单甲咱做报告。其实莱克多巴胺这个物件，美国人伊唔是真正讲一定你爱甲我进，吼、哦，美国人伊并无讲你一定爱甲我进莱克多巴胺，我干那要求你开放尔，这差足济哦，这差足济哦，伊要求你爱开放这个市场，但是恁的贸易商要甲我美国进有莱克多巴胺的猪肉，要进还是唔进？那是你贸易商的自由，你干那政府未使设一条限工不准入来。啊，然后你的贸易商那是无要进美国袂安那。啊，所以你甲看咱对年初政府宣布开放这个三百 D， 就是莱克多巴胺的美国 D 吧，已经宣布已经开放进口啊。咱的贸易商到目前为止，掺一尿都无进，掺一尿的来煮的 D 吧都无进入来。
啊，无进未来，咱伫台湾你就买未到嘛。敢无人遐警告，遐强，讲这个啦，跳飞机票专工走去美国，要去食迄个莱克多巴胺滴，无嘛？啊，你伫台湾这个所在根本你都买未到，但是因为你这个开放，咱台湾甲世界贸易会当相接，咱台湾当加入世界贸易的组织内底，安尼国民党嘛是要乱，嘛是要怎么反对？假咯。啊，这个物件根本不应该和人民公道的，去抓抓和人民去公道了哈。好啦，来感谢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生产公司，咱全国免费的缴费专线。进一个广告，下面再个倒转来哈。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哎，你好，拍摄，咱老生到底嘞？我就是。啊，你好，我阿星啊。哦，有，容易，容易。啊，你好，有阿公讲。我是姓老老蒋。哦，是你好，嘿。我王林。嘿。啊，我迄个去年开刀，去年来。哦。啊，今年二月十五。嘿。有叫你东山七。原来吃哦，是是是，哎，阿拉吃辛苦的中间哦，哎，最是我是花粉牛，好粉牛，嘿嘿嘿，阿粉牛，阿只手的是呐，他只一撮，如果你是正手的撮，正手的撮，牙齿牙齿买的撮，是是是，阿用平时啊，他只撑起来哦，哎。他那个腿就断了了。哦，阿玲，我那断了真严重嘞吼，也断了掉。嗯，真严重。啊，就这些器官断了。嘿。啊，这阵都想要去叫也无叫。好好。诶，人又卡薄，也无也未叫，我想要去叫。好好好。器官。嘿。啊，这个时阵已经断。嘿。手啊，拢好起啊。哦。哦，器官断完，即话这个手原本就。错个真厉害，这个问题改善起来就对啦。嘿，改善哦，啊，政府止洪流哦，是，哎是，啊，改无呀。哦，安尼真好，真好，真好，嘿。嗯。哦，啊老师，嘿。我本身七九啊。嘿，七十九，哦，是，有，啊，你那个做，这个状况安尼是偌久啊？你讲迄手安尼错，这是偌久啊？呢？哦，嘿，真久啊，我真年哦，我真久啊，就对啦，哦，真年，然后我是去年七月哈，嘿，都好像来去开刀第三摆，哦，去开刀，好像来，嗯，我去年七月好像来去开刀就对啦，吼，嘿，是，第三摆，嘿，是，我也是面开的真严重，哦，啊，我听你的电台，听。我都阿无啥，咱今年二月是，甲叫你是多山七关来食。哦，啊，但是啊，嘿，这个是，但阿手的我知呀，哦，就是手的错改善。所以你本来是口腔癌开刀，叫咱的是多山是算食保养啦，我们食保养就对啦。食保养食啥我唔知啊，啊但是突然间哦，就是咧喘加起，后尾啊是咧喘煞好，哦煞好起，哇真好，政府啊有止洪流啊，所以哦安尼真好，我就想哎呀，这是多生，他自己是未来，是，感谢，我系感谢，这是突然咧新人吼，嘿。但是主要嘛，唔知讲食许多山只手抓。迄阵你嘛无想着讲会改善着这个手抓这部分就对啦。没，无想着吼，好，安尼讲。哟，阿老陈，安尼，迄个咱住倒位啊？咱住倒位啊？我台中。哦，台中呢？好好好，台中吼。我台中姓老老强。好，感谢你，感谢。感谢，谢谢老吴理想。八十岁啦，一共七十九吼。那我咧个称呼爱讲八十岁吼，八十岁屋里上老先生吼，老屋里上吼，安尼算一年吼。
阿姨身体上有一些很严重的毛病了，他都在听拢真清楚，相当重要的是说，他不是过来石头山，他头一次跟我们叫七管，七管回去吃的中间就对了，他发现说奇怪，他本来在拿手，手会抓，会抓中间如果在吃汤，汤时在拿，没法做，会抓，会抓，汤就都抓了了了，拢爱错出来，吞了都了了，无大人食。这种情形之下，有可能我哎呦，我习惯许多餐食了，我中间就对了。开始感觉讲个手肿好去，你食东西也未错啊，安尼对。包括现在上一挂这個、啊粉瘤瘤，迄种惊人毒性。我讲迄瘤星星瘤拢是拉三十节，你故为心所造成的对，靠迄种物件的对。像这种比如，现在讲些许多餐，这是用保养品。提汤吃看嘛呢？我现在得到一定，和你意想不到这个功效了，这样吼，就和你做些了解吼。咱信南公寓的许多人，到当时二十多年啊，吃好真济奇症的奇怪，而且这症状了对了，当然一吼，这些身体上都消失掉了对。这证明啊，证明吼，所以有人无了解，你当拍电话，跟咱做详细询问，欢迎去做小多。欢喜的喜，多少的多，山顶的山吼，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电话 AM 七点以前，啊，咱拢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来甲咱做回答吼，送回服务产品甲整产品，直接甲咱送到咱的手来，这拢无甲咱加收任何的费用，也咱生产公司呢，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吼，电话只能由公司来负责吼，免客气，啊，咱电话拢欢迎。甲沟通吼，来啊，整产品的部分，咱伫叫回时阵啊，咱有通详细询问公司会甲咱讲，咱有什么款整产品，或者来做挑选就对吼。先来听歌，听一首好听歌曲，啊，两面再个等下咱节目现场吼，来感谢。相逢是离别的开始，离别是痛苦的代志，分开不是无爱你，不通为着无奈。感情怀疑，不是空嘴无情，我需要你，有情也着情，为着。让我离开，相逢是离别的开始，离别是痛苦的代志。
着笑容来送我离开。好嘞，感谢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播的节目现场，转国免费的叫会专线，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电话会在时啊八点到AM的七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好，今仔日呢，阿先啊，一个人伫线上，含听众朋友，大家来开讲破头啦，吼。啊，新闻议题都拢差不多是底下咧说，吼，底下咧说。啊，这个就做差不多咱手头，阮手头的新闻，吼，大概拢是咧讲公道啦，吼，大概讲公道啊。当然啊，这个国际上咧，就什么尼加拉瓜，什么咧断交，啥我一般意思都无，因为那是甲中华民国咧断交的，吼，我不敢当作一回事啦，吼。啊，这个就做。电视吼，较无啥咧讨论吼，电视较无啥咧讨论公道，篇幅真少吼，准则有讨论篇幅也真少。电视拢伫咧讨论中二选区啊，跟宽型引导安那好呀吼，这些看了到底，互人真新鲜。这钱安尼当趁这个型的吼，若要比趁钱，有影堪比比，伊会当出册啊啦，吼，伊会当出册，互大家了解讲这钱在安那加钱，较加会出这财产出来。好来，啊，咱这个就做今仔日拜人吼，咱就规矩，咱就可能跟下仔时啊同款吼，下仔时啊点半钟拢可以吼，啊可以，咱有一挂这个唔捌卡过的朋友啦吼，或者是咱的老朋友，拢会卡电话俾来吼，啊大家来表达意见。今麦要跟听众朋友报告，就是讲咱原则上无限议题啦，吼，原则上无限议题。啊，开放未来，大家来开讲熟悉一下，啊，甲咱讲咱住伫倒位咧听的安尼吼，啊，阮了解一下。啊，另外呢，对着这个公道即卖民调吼，啊，佫差一码，真大码了吼，啊，佫真输，啊，现不单佫剩一礼拜吼，后礼拜六特别投啊，后礼拜六特别投，你有甚物款较好的说服对方的方法，或者是恁本身曾经捌去谈迄种意见无同的，吼，曾经捌谈意见无同的，或者是迄落较无甚物意见的，你捌谈伊去直接过，谈伊讲过。啊，得到的效果是安那，拢会当卡起来，大家分享看卖啊啦吼。新朋友、老朋友，咱拢欢迎，安尼就对吼。啊，卡来大家来开讲，今仔日的节目就含听众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来主持，吼、嗯，大家做伙来讲安尼啊。啊，那无讲阿边了，我咧讲，有当时一个讲述咱听众朋友，咱听众朋友买的物件话都比阮较济咧吼。啊，我是伫这个所在算做开锣鼓尔吼，开锣鼓，啊，大家再来卡呢啦吼，来。咱可以的电话是2699456哈，2699456，这是咱台南的电话，话不谈，不用老要卡哈，你再加一个空六安尼就对哈，2699456台南的电话，
我无头加空六啊，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支门卡，这支是咱叫回的专线。吼、哦，咱若要可以，咱就卡我拄只念的吼，二六九九四五六安尼就对吼、哦。啊，咱个卡未来啊，来表达家己的意见，免安那去说服对方。哦，那是讲意见的，咱就讲国的都免讲啊，吼。啊，咱是利用什么方法去说服对方？哦，对方听得到。啊，来当下市场无同意，你有这个经验啊无吼？啊，大家拢欢迎，啊，咱打电话要来开讲报道。今仔日阿星啊，加咱听众朋友共同来主持这两点钟的节目就对了吼。啊，来好，那电话要来，我来开一下吼，来稍等一下哈、啊，来，好，感谢。来，你好，嘿嘿嘿，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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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帅哥，帅哥啦，咱那有。有在听嘞，有在听呐。啊，像我这里讲，你像讲我讲，你太不加遐认清楚啦。哦。我讲你无听，迄落电视咧播啊，看迄落电台咧播哩。哦，你家你怎样讲就对啦。哦，你家你怎样讲？因为迄群早人家讲啊。嘿。我这唔是一项个吧？我咱是咧过台湾。哦。今日咱也要过台湾，管他死嘞！哦。咱阿来哦，咪叫他死咱尔啦。哦哦哦哦。啊，迄个四只鬼哦，那要死在完未平静啦。嗯，啊啊，重点你接触到的人，伊这四项公道，因的因想要安那斗哈？你听到？我就讲安尼咧，啊，就讲啊，你唔要二十项就八十项就知。对对对。啊，因的意向呢？因的意向，我刷断你，刷断你，我歹势哈。迄、那个麻烦搁点卡一下呢，然后刷断我，主要想要听讲。咱伫外口接触到的人啊，吼，因到底因对这个公道的意向到底是安怎样啊？这是安那卡来讲，这个美国的这个物件呢，吼，会安接过去，啊，底下咧舞无落来，吼，啊，咱都已经宣传家呢啊，这目中安尼讲，啊，蔡英文啊，苏贞昌啊，罗清德啊，拢下乡安尼规四规办说明会，啊，咱民进党的公职人员嘛是安尼讲甲有嘴无烂，卡这个底，输人则忝安尼啦。呵呵请罗奇啊，你好，来，你好，你好，嘿，哎，你好，好，你好，啊，你是这个阿星啊，嘉兴，哎、欸，对，无唔对，中年阮家对，嘿，好好，嘿嘿，我是要讲公投啦，哈，我讲大来，我是29年次的啦，好，你讲你做海地，啊，我在第二拜卡口音，第二拜卡就是年前要选总统哈，去代表买票。啊！我去买卡，啊，加一句。哦，这句。啊，我讲连前买票买一在台六人民币哦，一票买1800块啦。哇，你哦。啊，我讲哎，唔好听着，啊，上天公公，啊，今嘛讲大家嘛听着啊。啊，两句啊，我就啊，我今嘛就讲公投哈。嘿。我一上就阿弟啊，选市议员迄阵哈。是。我就。投民进党投甲一句，好对。啊，阮新妇嘛是投，嘛是投民进党。啊，阮囝、阮孙遐吼，啊，阮孙旧年就开始有通好投，啊，今年有三个啊。好好好好。啊，我讲，啊，过两个，迄个外祖孙，我讲，哎，你们要投公投投什么？啊，投阿妈要的啊。哦，投阿妈要的哦。我说，啊，你爸爸要啊啊啊，迄个你爸爸就外省的。哦。爸爸不要讲，他问我，我就说投。同意同意同意哦，啊，但是因去投无同意，拢总加衰查某囝，啊，阮囝阮孙遐，拢总16票啦。十哦，我明白要去投啊，啊，阮囝迄个细汉囝真无用，啊，昨去龙潭买迄个龙潭的花生软糖，叫伊囝摕回来。哦，我讲丽人，我谢谢你哦，你遐友好，啊，囝那边物件都买给妈妈。啊，我拜托你哈，啊，你哈。你都爱去的呀，公投哈，18号要去投布哦。啊，不同意。你说会了，妈妈会了，好，好，我都改过。啊，那我有16票啊。我孙就较无得看哈。哦。一看到我讲，哎，我18号公投呢，要投什么？哎。我就投那个什么，同意不同意啊？你要不同意，要投4张不同意哦。啊，那对对对对。他说哦，我知道，好了。哦。阿妈，你放心了，阿妹的。阿妹，你一困头就又归家做啊。对阿星。现在你讲阿星家己在讲咧，我就卡讲，我阿星讲，敢那电视无啥物，今嘛无啥在讲吼，差真侪。啊，我迄日有看电视讲，好事哈，讲咧民进党较悬啦，哦，对对，小可赢是好事。啊，我今嘛听讲，啥物？低比高低，低比高低，低高低吼，啊，我无通过，无通过，我嘛烦恼，啊，不过无表示的，参阮兜遐侪票拢也无人。反正咱尽量，咱尽量，咱无同意，甲等好了就对了。我就等了。哦哦哦。好。我讲哎，
你光头要脱水，哦，你就脱布了。好，完了。变笨蛇，你还得有钱对啦。我知啦，我知啦。你那就是你就爱讲，我叫阮朋友，阮朋友讲，哎啦，我摕到票，我就甲阮查孙遐讲。好好。啊，但是你讲你爱卡好啊，我是惊袂记的。好，只要咱时间的关系，感谢你啦哈。那阮家是台北的树林区啦。好好好。阮家里我是侯志伟啦。好安尼哦，好。好，安尼好，只要感谢，谢谢。好，谢谢，好。时间的关系啦，吼，咱后边会阁继续开，我即马拢满线吼。咱这个字也是困头家族啊，16张，吼，16张，总四个不同意安尼对。咱来外口阿未影响到的吼，厝内先影响我行，这正常哈。来，先进广告，稍等下下阶段咱阁继续来接口音吼来。全台湾国多干啦，咱信诚公司咧做呢。无第二间啊，无第二间公司会当做出许多山的成分，也有咱台湾俱乐部阿星、姚林、钟天军，直接甲咱介绍。即点我会当广告者吼，从许多只爱食许多山可口的物件就对，吼、哦，对所有物件吼，千万你嘛买唔到去就对，吼、哦。欢迎去多少多锁定的山，那招牌20多张啊就对了，完全无变。这种比如新的人客、旧的人客继续来服用，这是不简单的产品，对吼。欢迎你多少多少听说，我就别来强调这三字啊。吼，俺们在上面艺术这种比如，您可能不了解，但是我特别忽然了解讲，许多山就是咧全国跟咱台湾人有咧，台湾人俱乐部伫咧贩卖的呢，无第二间啊，无第二间公司伫咧贩卖这个物件的，也是咱台湾人家己。我总结了许多山对身体较有帮忙的，这点，这家甲咱兄弟多啊，拜托，拜托，拜托，好嘞哈！许多山的对哈，用许多山来配合咱的软骨素骨头哈，啊，金里边的第二代，目睭，这种给你顾较好，骨头骨头的毛病，目睭的毛病，许多疮，用许多经常在做咩？吃排便不顺畅，所以呢，要过来等下会会清气上，吃稀土通，去完全活困。你要搞这些了，等下别一个拿什么乌烟面加杂质，吃吃吸收棒棒我出来，这样就清气。你等下只要拿清气，无这杂质，等下连等下别来底吼，你就不生乌的不黑啊。哦，迄种个大龙仔吼，这等下会发生问题，总跟比如这么是台湾是主管哦。主管哦，足侪哦，劳工界足侪哦，吼，所以特别爱注意哦。稀土通这笔产品，专门是咧过咱等啊，火车拿上就接，慢卡伫咱等啊边，迄等啊边卡条慢慢也形成稀落，何为稀落？很知影吼，了吧？这台就挂起来，啊挂起来中间的这個，你若早发现挂挂户，哎，无紧无事啊，晚发现的中间都出事了。所以特别和你了解稀土通就是你吃一个就对吼，所以还有咱的五宝稀土清，这血液血液流通哦，你袂使无顺序啦。骨神骨的这个筋血筋骨内底血咧行吼，袂使出问题去。你若落去胆固醇血油啊，这嘎嘎都会中间哦，这个血液开始一路凉，啊，就冻，都袂顺序，啊，袂顺序中间有可能慢慢一路去积积塌掉嘞。啊，他调的修呢，然后你听种别个东西说，你敢想看嘛？为阿妈棍筋起闹了，那他调来看你变来处理，中风呢？完了，为心脏就对了哈，伫心脏中间就对了，爱撑筋啊嘞。我一个朋友啊，我有朋友他伫做，他伫卡啦，我先不晓得点睇啊，卡袂紧啊，结果去大病院，用用啊吼，卡来这诶。你睇你所在，总个像咱啲心，用心脏筋啊，你总个筋掉咧啊，好通过就对啦。你家想看嘛？有这呢，有七日卡，你敢想看嘛？好个在呢，啊，就胃闹起就变咯。所以详细的话，我保许多清爱保养的原因，就是所在真重要吼。所以咱保顺健，咱男士朋友哦，你们那个有诶吼，你家己知影哈。你若歹势讲吼，你家己叫，平时吼你无话唔知吼，还是你后生你袂可能去讲嘅啦吼，哎呀对吼，啊所以这种状况，咱家己咧放尿，恁家己知影吼，好好注意一下吼，保顺健、血钾、尿泊酸，
你不从来背单要注意哈，会阳手。哦，这边会阳手就是南美吧，就一段哦，在日本、韩国就销售一年5000万只以上啊。日本人、韩国人哦，拢有那病的，台湾哦，病的有可能没输赢的，咱讲熟悉就对了哈。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对。只要病的三星的竞争，假会阳手一比一条，安尼就好哈。感谢有你们不了解，你拍电话，感恩做详细询问，0800-0500-6668。好嘞，感谢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68哈，电话会在时啊8点到7点啊，咱有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啊，咱稍等嘞哈，啊，要有人报个电台做工商插播，啊，工商服务了后呢，咱有一挂咱的这个做啊，蔡英文啊、罗清德啦、苏贞昌啦，吼，因的插播大，咱嘛是赶快来个倒三工吼，啊，来做这个就做宣传啊，那就对吼，这是关系到这个四个公道案啦吼，啊，而且先甲咱报告一个，就是讲今啊日的 AM 六点吼，今啊日吼十一号，今啊日 AM 六点。在高雄的三明公园这儿，高雄三明公园这儿有一场好台湾正未来啦，公道的造势活动就对，公道造势活动啊，咱若是说南部的朋友、台南的朋友，你有想要去参加啊，但是呢，你就可能较无方便去，无交通工具啦，三种种，这基金动这可能啦，我是说可能，伊可能会派车，因为伊只有讲一个联络电话吼，你甲卡伊甲问一下吼，2022108111啦吼，即台南的电话话波头加一个空量吼，你当开门一个吼 ，AM 六点啊，伫咧高雄市三民公园，叫做做些活动，啊，你也要参加，看是毋是因有派车无啦吼，2022108111吼，台南加空量。啊，另外明仔载呢，伫台中公园吼，明仔载台中公园伫咧中昼诶，即个做点半吼，下昼点半时阵吼，林静怡吼，根据第四号在台中第二选区林静怡来到现场，即听伊讲现场吼，毋是干那伊发表尔哦，现场我那要现场诶，听众朋友提问题，爱当场现回答安尼就对，即我那介趣味吼，即即嘛吼，咱讲真诶吼，即诶，咧即个观众也好，听众也好。这个知识水准拢非常的高吼，凡是问一挂这个奇奇怪怪的问题出来，啊，看林静怡来做回答安尼啦吼，这是礼拜吼，明仔载1:30伫台中公园遮啦吼，安尼甲咱做报告。后来刚上差不，两名再个倒等下来。你好，是叶格兰，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7.3绿色和平广播电台。四个不同意，台湾更有利。艋舺中正区的市议员参选人汤家维，甲咱市议员阮昭雄，要伫即个礼拜日下晡2点举办公投说明会，邀请通市长谢文灿、立法委员林长卓弗雷迪、立法委员林楚英、何波文诸位、王瑞德、张宇韶。12月12，即个礼拜日下晡2点。12月12，即个礼拜日下晡2点。民主圣地艋舺龙山寺头前广州街头，邀请大家到阵来关心四项公道，关心台湾的未来。感谢中华电信5G客户独享免费 4K 影视赛事多视角直播、演唱会多视角转播、VR、AR 等精彩 5G 服务内容。申办年约方案就能用极优惠价格畅玩主机超级高画质云端游戏，聆听 HiFi 无损音乐，看 AR 电子书，还能享有游戏手把、创造耳机、VR 头盔折价优惠。现在就是申办中华电信 5G 好时机。中华电信 5G 舞动精彩，共创未来，永远走在最前面。中华电信。那个小美规刚在魔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豆瓣的电影个音乐，搁四个转贴图文呢。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下侵犯着著作权呢。太严重哦。对啊。男的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才会杜作，才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提醒大家，注 COVID-19 疫苗是预防感染、避免重症上有效的方法。注射以后，请在现场观察15分钟。如果曾经注疫苗发生急性过敏反应，一定要在现场观察30分钟。注射以后，如果连续发烧超过48点钟，有严重的过敏反应，或者是注射以后28天以来出现连续性的头痛、排喘气、脚骨疼痛，或者是皮肤出血点，请赶紧去看医生，并且要讲你曾经有注过疫苗。有政府唔免惊，以上广告优先建议加一关注。那些和平定有功德托付，咱是台湾唯一感情第一，咱的功德效果同款第一。欢迎工商企业界头家参加咱的功德托付行列，联络专线2973-0409，2973-0409。那些和平真实有感情。阮拢是伫这在等待，陪你轻松过日子。听众朋友，齿花果有用，喙齿才留会掉。咱白沙湾齿膏果喙齿花真正有效。我呢，10几年前，40几岁，医生讲我牙周病严重，我甲用这条白沙湾牙膏，用到即马10几年来，医生搁互检查的时阵，伊讲我喙齿花是健康的。听众朋友，这个情形，你市面上要找这个齿膏真歹找，赶紧电话警卡，台南康乐7945-079。台南康乐7945-079，感谢你。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我是蔡英文。12月18日，4个公投，对咱台湾的经济发展、用电稳定、国际来往，阁有咱的民主政治的稳定，拢非常的重要。台湾要走向世界，国家都要稳定，袂使阁乱落去。12月18日，请大家站出来，4场公投拢投无同意。4个不同意，台湾没个乱落去；4个不同意，台湾更有利。各位乡亲、父老兄弟，大家好，我是赖清德。现在是台湾要进一步走向世界，推动能源转型，落实主权在民的关键时刻。台湾一定要继续向前走，台湾唔通倒退路。12月18日，我拜托大家一定要出来投票。投下4张不同意，让台湾更有利。多谢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我是苏贞昌。冲！咱北台湾有1000万人，那发生核灾，台湾就去一半了，等于亡国。所以核市场绝对唔通过去。三阶天然气就是要用天然气来代替烧土炭，空气才袂污染。发电若要好顺利，三阶都唔通停。国际安全标准的美国猪肉，让美国人已经吃几世啊，拢安全无代志。咱若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CPTPP， 咱若要甲世界甲美国做生意，都要用国际标准，外国才袂来抗议。公投若甲大选白做伙，安尼投票都系投到黑暗面，咱绝对唔能甲同意。年底4个公投决定台湾的未来，拜托乡亲士大，4个拢爱无同意，唔通让国民党阁乱落去。4个不同意，台湾更有利。4个不同意，台湾更有利。感谢，感谢。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于天。咱12月12日，
这礼拜六暗时啊，六点半，在咱三林埔综合运动场要举办着公投的说明会。咱现场邀请到蔡英文总统、苏贞昌院长，那个郑鸿仪啊，甲咱所有的议员，咱甲乡亲来做伙守护台湾。希望这礼拜六暗时啊六点半，大家会记得来三林埔综合运动场到顶加油到老的，谢谢。照片了天该海吧，也是三林埔的草卡青。庄瑞雄，馆长选好，庄瑞雄。屏东的乡亲啊，大家好，我是立法委员曾水荣。曾水荣是律师，也是代代博士，是三届屏监第一名立委，为咱屏东争取高铁、捷运、科学园区，马替龙溪民争取福利。这届民进党屏东县长的初选，那接到民调的电话，不管问你要支持什么人，拢爱大声讲出我唯一支持曾水荣，拜托拜托。庄瑞雄，上赞！庄瑞雄，上赞！馆长选好。台湾人俱乐部张天君阿星姚仁直接为大家要来推荐一本真优良的书，这本的书是叫做《奇幻真台湾台语文囡仔故 CD 绘本》。这本的书呢，这是由咱家人轻松广播电台制作出版的全台语故事的绘本。由咱台湾上界出名的配音员林鸿雪主讲，咱嘛邀请长期关心咱台湾本土文化的作家吴岳水老师，也有咱的台语歌王谢明佑小黑老师，包括咱的立法委员林强泽弗雷迪共同来献声，用咱的台语讲咱台湾的民俗故事，予咱的台湾囡仔听。咱卖阁再听大中国思想的故事，予咱的囡仔来了解着咱古城西螺店立业新明的故事，也阁有咱台南旧馆区詹文溪八角金银亚钢镇的传说，也阁有咱台湾人拢知影的魔神啊传奇。规本册有一百页，拢总是彩色的印刷，毛乎 CD 哦。咱也当用网络来收听，这本书里面呢，也阁有台语的汉字、罗马字的对照。收藏这本书，会当予大人甲囡仔做伙来学习咱的台语文。这本 CD 的绘本呢，伫网络已经卖出超过1000本以上，定价是1150元。目前台湾人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咱只要卡一通家人轻松广播电台服务专线的电话，0800-55-8-969，0800-55-8-969，这本书只要899元的优惠的价钱，咱书送到咱家，送到咱的手里面，恁才付款付费。啊，那运费呢，就由咱电台来吸收，提供予咱台湾人俱乐部的听众朋友上阶段的优惠。想要予咱的囡仔了解着咱台湾本土的民俗，阮伫遮推荐这本《奇幻真台湾》，请咱大家当拍免费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55-8-969，0800-55-8-969，都有专人为咱来做服务，感谢您。好嘞，感谢啊！在咱宁波各电台刚相差播了，咱个转来到咱台湾南区落播的节目现场，专国免费的叫会专线0800-55-8-668哈，电话会在时啊8点到AM的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无清楚、无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来甲咱做回答，送回服务，产品甲整产品直接甲咱送到咱的手内，这拢无甲咱加收任何的费用。圣山公司咱专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听众朋友啊，这电话只能由咱公司这边再来做负责哈，啊，咱免
客气，电话甲沟通，推荐介绍，咱所有优良的产品，咱拢欢迎搭配做购买。那么这个前产品的部分呢，啊，公司甲咱准备真侪种吼，和咱做询问、做挑选，咱选一项为原则，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今天拜六也是因为出来一些事情，所以没多人过来给我们请一下假，我们这个就做小蛋，我们先听歌，听一首中大歌所现场好听的歌曲，我们后面的时间我们就开放可以，今天的节目完结上我们就阿星阿家咱共同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做位来主持安尼啦吼，啊今仔日咱讨论的议题呢无限嘛，原则上阮也是无限吼，啊不离个就是希望大家吼，恁伫咧这个公道这地顶面，要安那样啊吹吼，恁、哦、有啥物款的经验，还是谈人讲像拄只，吼、哦、咱这个阿桑不得了呢，伊在伫认真选总统的时阵，就敲电话敲一遍。啊，到甲降息，才搁再加一遍安尼吼，即有咱几啊档、几啊诶、几十档以上诶啊啦吼，即安尼加一遍，啊，甲咱讲讲，因到十六票，全部拢总是四个不同意吼，十六票，啊，即咱即听了安尼，感觉呢，真有一个激化诶力量吼，啊，咱是毋是有外口有哪有出去甲人讲吼，啊，讲到诶怎样啦？小等诶吼，小等诶，咱就去开放可以嘛吼，咱先来听歌哈。来，咱的电话啊，咱这首歌曲，拍摄哈，电话稍等一下哈，电话稍等一下哈，先听歌。沙田埔呢，咱就为陈小姐所点播，这是张天君为咱所献唱这首歌曲《怀念的爱河边》哈，来，大家共同欣赏，感谢。怀念的感情好比忽然地的过去，河水清清，河浪声声，因为想起的东西，双人约会外少年，欣赏花灯看景致，好看夜暝光时时，慢慢花蕊等开枝。元宵夜暝，春风微微，怀念的爱何必。怀念的对情何必藏在你我的鼻边，河水悠悠一来一去，因为想起的东西，双人约束在我里，欣赏两船看景致，风和日的好天气，恋爱春风吹河边，五月花开，五月情意，怀念的爱何必。怀念的定情何必
甜蜜恩爱才开始，好面子才游来游，因为想起彼当时，双人约定中秋暝，欣赏月亮看景致，桥上月明的人，暖酒花蜜做香甜，别忘秋夜暝。月色灯影，怀念的爱抚平。好嘞，感谢哈兰哥回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电话，下在时啊8点到AM的7点，哈兰农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好嘞，电话搁未来来，咱即马呢搁继续来甲开放口音的电话啦吼，今仔大家做伙来主持这个节目。咱的电话呢，这是2699-5656，台南的电话，话波头，比如要卡咱加一个06，啊，咱今仔日呢，和大家较充足的时间来讲啊，所以如果你电话要登记吼，有卡通登记，你搁随个甲订卡一个啦吼，随个订卡一个，安尼较麻烦一个啦吼，因为这电话唔在线呐，伊卡安尼一段时间就家己登记，就无彩你咧吼，啊，咱尽量欢迎吼，接卡的朋友欢迎。啊，将来唔捌卡是足久足久拢无卡，迄个较欢迎吼。啊，卡来讲，讲咱带到位啊，大家来开讲一下安尼吼。来，好，接可以2699-5656台南的电话，话波头加空六吼，感谢。你好，啊，安那呢？啊，我请掉，稍等一下哈，拍摄哈。喂。喂。哎哎哎，我好刚才，我正在请掉伊啊。来来来，你讲你讲嘿。这个公道哈，由中国主导，也就是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对啊。啊，四个同意就是讲同意要回并吞。对。啊，那四个反对就是讲无必要并吞。哦，对。台湾人民应该想好清楚。想好清楚，哈、哦，好好好，我、哦、这小家人啊，讲话足简单，好有影啦。啊，是讲这中选会，你真正有影陪咧上。啊，明知这中国伫后壁咧杀个，啊，你也有哪好过安尼吼？哎呀，大家当这个所在安尼，规四过，得个当妈邮票安尼。来，你好，你好，嘿，嗨，你好，喂，有通啊？嘿嘿，哟哟哟。我是不了了之的人啊。啊，不了了之，共和国的人来来来来。我你讲哦。嘿。我去，迄个参照无？啊，一个人啊，你讲啥？讲吼，民进党啊，过半啊，搁有爱办代志啊，吼，啊搁选派一寡叫李进什么用啊，啊加高尚，哦，领地人呢，是这样搞落掉，搁遐遐厂商，厂商啊，嗯，伊敢若要趁钱啊，啊伊就买合作讲哦，亲像咧讲，嗯，水果啦，今仔到时咱呐袂当出口啊东西啊。钱搁税金加重，对啊，阿你咩啊趁钱？你若税金加重咩啊趁钱？笑好济嘛，有有。你大家大家讲出来反对反对安尼，哦有有，不同意不同意，做济嘛，有啊，对不？是是是是。个 GDP 增量，阿得创啊，互咱这。嘿，那一个驳回就好啊，吼，这怎啊正路命？把紧啊，阿得已经先按啊，咱就好啊。只系人讲，人百姓那块进进口是无要紧。嘿。啊，唔过吼，食惯是人。没关系啊，啊，食没关系，人就没关系啦。你讲美国猪排哦，嘿啦，啊，都无人进啊，贸易商都无要进啊。啊，就是我进啊，啊，就是咱这，嗯，爱做那个总统啦，爱做王啦，啊，无想要办代志啊。哦，哦，啊，所以讲吼，就是讲，你那边安尼，我阿边爱做王，可能做，过半你唔做，啊，你就工课头路拢唔做，百姓要求你呢，工课拢白做，吼，真正万叹呢。安尼好，好，马进，啊，就是讲吼。
要改驾驶啦。哦，蛮驾驶，是这驾驶来讲，就规个台湾，我做位特驾驶安尼，吼，嘿，好，好，好，这李金勇的以后来比较好好好好来个处理。做一个四年啊，对吧？后摆就惊。唔当，我都想得起啊。唔当，叫国民党做啊。我先打电话来跟恁家讲话啊，对不对？哦，好，安尼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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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李阿姐，谢谢，感谢，来，你好，你好，嘿。阿青，好，一个王天君，哎，大哥，我跟你讲啊，今晚你包吼，阿青在催票啦，爱催票啦，啊，我拢人啊，你算计我拢开钱嘞，哦，你还你几个开钱哦？啊，我拢开几落万去啦，哦，你你假付就对啦，不是啦，我人较侪岁人，人要去啦，无方便，我就讲。我叫车好坐。哦哟，你本身个车用坐安尼就对啦。对啊，哦、我拢开住，一个我再问讲，哎，人唔得咧，安怎你若袂晓，你来我提点咧，我甲你去。哦，你我真热心咧。嗯。阿弟吼。嗯。爱干就去看开票就对啦。哦，干票。哎呀，一支手机啦啦。哦。手机那包票啦。没啦，没事等啦，没事等啦。哈哈哈哈哈。啊，一支手机，我手机已经上上去啊。哦。我这里啊，我福祥里来，迄个上河区的福祥。哦。今麦较袂啊，今麦较袂停电啊啦，都免你家啦挂个。爸爸嘛会，一摆唔得上山去外久咧，你知？安尼哦，我那爸啦。哦哦。好啊。我是讲那是国民党的时代，较早较安尼哩。不是啦。哎，迄个拢爱抓手电啊啦！哦，抓手电啊！讲了感受，爱抓手电啊！好，抓嘞，好抓嘞！无，因兜若无买开，不要紧啦。哦，一支也无偌济啊！对，好。对啊，好。那做咱这边啦，都要贵吼。哎。一好事爱叫人拆。规矩要拆掉，拆掉，对。太贵啦，无咱你去用去用。我袂变啦，袂啦，他拆掉得啦，他拆掉，这边啊总就是变啦。无啦，内底都无物件哩，即卖内底都无差燃料棒，无污染啦，即卖。拢无半支，咱拢无甲差半支落去，所以迄是机械尔，迄拢无污染，嘿，即个拆掉规个拆掉得啦，好好。嘿，好好。好，优品，好，感谢你，感谢你啊，姐啊，谢谢，感谢，来，你好，你好，嘿。哎，大家好。哎，大家好哦。嘿嘿。用酸菜，伊都人工来牛都零钱，按来酸菜不零钱，只想驳回。驳掉啊！就是安尼咩？哦。哟。头拄我读一篇文章，你甲看卖，2023年呢，咱干那要爱公道学习尔，就叫国民党甲咱驳回啊呢？国民党会甲咱驳回，咱煞唔敢甲驳回，哦，这我那真弱呢。李进用这个两个做科技的是咪算命，对不？咱唔知啦。啊，这些啦吼，同意的迄个统计吼，较侪啊，不同意的统计吼。有啊，就落啊。啊，这些吼就系啊。有。做对咱就足感冒啊。有好，来看。啊，就讲国际行袂出去啊。有啊，希望大家就尽量个斗友啊吼，啊无即话差中年呢。用落来，搿条个变数。哦，变数啊，唔同啊，即下个检讨者，阿明来好啊，个检讨者，来，你好，嘿。阿星哦，你好啦哈，我讲一声，我本来做烦恼，不过我最近哦，这两礼拜来吼，我未讲真烦恼，因为见者就见人家啥，大家讲，我跟你讲哦，阿叔真无同意哦，哦，安尼哦，讲哦，我安尼袂讲，因为拢真是难的，所以我唔想讲我未烦恼，哦，我怎啊？感觉这两礼拜来，给我足安心的，感觉变转着讲，我跟你讲，去工作，工作爱去倒，我爱啦。伊讲，爱转不同意哦，未使转同意哦，同意咱台湾就去哦。哦，你市面上听到的声音无同意较济就对啦。对，安尼好，安尼好，安尼好。两礼拜来，大家拢讲，一定爱去倒，较早大家拢做冷漠，拢无在意咯。我真是见人家，较早见人家出去起来讲，大家讲一寡谈天说地，拢未去讲些，即款拢讲，我跟你讲，你爱去倒，伊都无同意哦，啊，你爱讲高水咯，安尼。哦，安尼好，安尼正。我最近我真啊，转愈来愈有信心啦。哦，刚刚讲，我都刚才你怎么讲死人的拢无咧参嘛？哦，有。系啊，啊，你啊，即马大天天那个大紧张落去，差啦，真系有差啦。有差吼，好，安尼好。出去大家拢讲，我在岛里头同意，啊岛不同意。哦，对，岛不同意对。嘿，好，阿姊啊，住倒位啊？你住倒位？我住喺迄个鸡人多人家。哦，鸡人嘅哦，好，鸡人哦。在台北市家。好好好。我叫你，你们住家，我跟我先生吃起来。哈哈哈哈哈！先生，这
住家嘛，家家家家医疗的啊。安尼吼，起码大家拢讲袂使，我只爱袂算无同意。哦，安尼真好，安尼真好，好，安尼袂歹袂歹，好好，感谢，是啊，感谢你啊，感谢感谢哈，来。2699456台南的电话，我无头要卡加空了，唔捌卡过的朋友欢迎啊！吼，来，你好，你好，嗨，你阿先，我先搞掉。啊，不敢不敢。啊，你五千亿那位，五千的迄、那个，迄个五倍券你那位。五倍券早就领了啊。我来偷工哦。嘿。咱这经济好哦，拢发五千哦。嘿。这来租这个那痛苦了哦。嘿。啊，你要发一万啦、啊！嗯，这你莫别讲啦，这个啥别讲啦，这政府不。你敢那凭感觉的？凭感觉的。你若动物落来吼，经济，规个甲世界做生意，当赚偌济钱？哦。啊，这政府赚的钱，伊就会分咱啦。伊就会分咱对。啊，后分三千，啊，即马搁分五千啊。哦。啊，你甲想，按照去。他有讲话，我白讲。嗯。啊，你等下落来，你就唔好人讲。哦。你多得啦，你多位啊。我多。我都心白个咧，我跟你讲啦，即咱大家讲笑会使啦，啊政府要发或者爱政府去算啦。我跟你讲吼，即若是我是有水算账，我绝对要咱算。只要经济好，政府绝对会阁发迄个更好咱。何面上分红就对啦。是啊，啊这种物件即足合理的逻辑咧，我这不是我白讲的咧。有，好。这是有伊相当的迄个理论基础的呢。了解，好。你就莫讲的啊。哦，好，感谢感谢，好来来，你好你好。哎，阿星哦。哦，大家好。哎，你好。嘿，你好。哎，我跟你讲，就是安怎，你敢知？嘿。这三个哦，这个朱立文啦，阿马英九啦，阿加迄个个小空啦。讲这个猪吼，上厉害啦！哦，伊拢会讲安尼。猪这个吼，这查人大家拢唔知影咧，拢讲咧卖人嘛，讲唔恶啊，互伊来，互伊进来，咧我咧卖就歹卖啦。哎，查人就讲，哎，啊，那阮这囡仔食着迄，迄就唔好啊。哦。哦，这个这大个足好咧。啊，伊安尼会讲，啊，咱大牌干嘛讲人家呢？拢讲这个猪哦，哎。然后我讲，哎，人诶，伊就食久啊，你都唔知影咧，拢互我整咧。哦，无啦，咱根本都无钱呐，咱诶模式根本都无钱，才讲安尼啦。你若讲根本都无钱，买袂着。够厉害呢，用这个，村内遐拢无啥咧讲啊，拢讲这个猪。哦，拢讲猪着啦，我知影。拢讲猪啊，猪哦，大部分这杂人，拢有咧。买袂着，啊有咧食，食因个囡仔食了安怎，安怎咧，做了食落，即个猪，我以前安尼也放毒落安尼食落，是，我有听就是拢讲安尼，通牌拢也敲即个猪就对，硬木就对啦，吼，好，感谢你哈，爱注意讲即个猪哦，好厉害，即三个哦，啊，好，安尼我知影哈，好。这个猪哦，上大问题啦。哦，好，谢谢，哈，好。我通牌媒体业务猪安尼就对啦，我这嘛正路嘞吼，安尼这个就做，哦，这应该是对的，是这。啊，喂。我。哦，系。喂。哎，够听，听到无？哎，有听到，听到，歹势，头仔去通个嘛，在顶头。我是讲哦，你未使用一个譬如啦吼。嘿。像咱台湾进榴莲，但是足侪人唔敢食榴莲的，你家去买。都卖买就好啊。啊对啊。嘿，都对啊。就是啦，政府跟我讲有强制，讲你大家拢爱去食。无啊，都无强制啊，嘿啊。你用个咁咪会使用这啊？讲你讲足侪物件，大家拢唔敢食，但是人政府进口，你就无去食，你就袂去买嘛。哦。我知，啊，但是，有人惊臭味，人就唔敢去买啊。咱即马应该爱去宣传，讲咱台湾的贸易商根本都无进来租啊，根本都无进嘛。根本都无进嘛。哎呀，你惨要买都买无。你搞叫你去买。有，卖讲政府无强逼你买。到时阿囝孙的后代，阿摆未来会当伫台湾倒来较好咧。有。嘿啊。是。对不？好。啊，无讲愈行愈倒退啊。嗯，是啊，你倒倒，咱倒倒啊。我爸在。台北新增，吼，好，感谢你啦，吼，嘿，对，有影啦，政府就算讲今仔日咱台湾的贸易商有进，就算啦，我讲，就准做讲贸易商有进，咱政府也要求标示甲足清楚，啊，咱政府嘛无强迫讲你一天爱甲我食偌济美国牛，嘛美国猪，嘛无甲你要求讲爱食啊，
嘛无强逼你去食，对唔对？啊，你要食，唔则像咱咧做疫苗同款啊，做预防针，爱做的人去做，卖做的人去卖做啊。政府嘛拢未甲你强逼，啊，何况讲到目前为止，咱的贸易商参进甲进秒的来租的地方都无。我要去买安尼，无地买就是无地买，啊，即安尼有法多好，人家通盘咧继续放毒，我即嘛够厉害安尼，好来，你好，你好，嘿，嘿，你好，你好，哈，大哥。好想我一个现在我不乐观，好，但是我紧张紧张啦吼，嗯，拄着对吧？嗯，是无要去投，吼、哦，就是去投投伊。哇，你拄着是安尼就对啦，哇，啊你住倒位啊？你住倒位？我台南。台南哦，哦啊南部安尼真正较麻烦哦，唔啊？啊何况唔去投啊，是去投投伊。嘿，好朋友。哦，啊！你甲讲讲未行，你够你够甲讲看嘛，遐讲看会行未？无效。无效哦，哦。嗯，这样，迄因为吼是自身的利益吼。嗯。受损。哦。希望来万叹，这是真多。好。啊，这种问题的话，嗯，我偏可能台湾人拢存在。哦，是。啊，所以讲咱台湾人，嗯，咱讲实在吼，直接诶。假死假命才会成败对无？嗯，不过既然表你这民主啊，啊，就是你都无这民主作用。哦，啊，嘛是嘛，嘛不痛苦嘞。啊，是有影对。这伫这国家上，大家拢是这生命共同体嘛。啊，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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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哦，对无？好。啊，一个国家政策安怎好歹，拢影响家己，咱大家唔是家你个人尔。好。啊，咱遮就是咱咧行，就爱好遮迄落啊，是啊，都。好，大哥，咱时间到吼，咱先讲到这吼，啊，你台南的啦吼，台南吼，好。哎，我都反应者吼。你网络吼，现在做歹呢，要安怎改善啦？好，我再来处理网络这真正拢会断这无多吼，这我想办法哈，谢谢哈。好，感谢感谢感谢吼，好来，这个阿伯电话还佫满线吼，咱稍等一下啦吼，我来进一个广告了，回来，咱佫继续来佮接听口音的电话。哦，今仔听到袂少种，这拢敢若唔捌卡过吼，真好吼，而且这尽量拢唔捌卡过，比如尽量卡安尼啦吼，来，咱来进广告。啊，非常感谢咱今日从七十多来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直播哈。今麦是广告时间啦，要来介绍咱新人公司优秀的产品就对，许多山家产品就对哈。欢喜喜多笑多山顶的山，许多山这边高将是二十几档啊哦，用心许多，好来个注意一下，真正好的产品，二十多档也个咧风行，经过三十档嘛是也个咧风行，因为咱人的人体就对啦，构造就对。白天一定拢差不多是这样嘞，所以雄狮大，什么人叫好，十当后嘛是赶快叫好，所以狮驼山是非常值得咱雄狮大好来个处理的这个物件了，对。因为咱人的身体哦，食过这个物件是不得对了哈，拢唔知是好阿歹，唔是啊有杂质无，拢唔知。所以接了去了，等到讲报纸那报，哦。夭寿啊！什么人去做这个夭寿药的红姐啊？定心啊，吼、哦、对不对？啊，农药、食物，这些农药，这些不应该吃的，不多来一毒素，那拢唔知，吃了就不多来。所以就最近年纪哈，你根本上不注意嘛，身体不调理嘛。所以有人有的人哦，干嘛讲？哎、欸，我都四五十岁了，我是那个治的高血压，是那治的糖尿病。哦，啊，是啊，机能我肿瘤真侪问题拢产生，甚至心也无好，胸肌大，这拢是体质老化。啊，是啊，体质老化，就是你本身生活过程中间接触的垃圾杂质太侪了。这样哦，这真正哦，体质老化有影了吼，安尼吼，所以胸肌大，今日特种皮肤人了对啦吼、哦。这保养对这身体最重要的是啊，心灵才是爱顺数。你开始机能在出问题，像阮都是心情在下袂顺啦，过乱哩，乱哩就对，机能会乱。啊，乱哩了，伊慢慢慢慢一项注意，注意个机能，伊开始就退化。啊，退化了后就，咱人辛苦白听，你就代掉了。所以变啊，好咱这人的身体、心情在下会顺舒，
回细胞的活性化，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对。但是现在讲，这是多少一张制高价？难度性比我大概拍电话礼拜，上辈拢有跟人讲啊，那你敢知？讲哦，我怎么吃着西多山吃一段时间了后，对啦，迄皮肤继续水，体力继续有，精神继续好，从详细话，迄个心情代谢会顺舒，皮肤那开水，那未顺舒，皮肤不可能水。咱讲熟悉了就安尼，好多人难看这个面呢，面那是有更强，我、哦、这人身体就用。面那是暗淡，面色不好，这人心理上都有出问题了，对。真清楚就是安尼了，对。虽然境外风气大，咱石头山好好那个利用，最早的目的就是去收台了，对哈。所以以石头山这三边为主了，对。火力抵抗力一强，体态就好，哦，而且慢慢啊运作正常。你那已经乱的人哈。他吃一段时间过了，慢慢慢慢，伊调整得上来，对，调整得上来吼，以石头山这个为主吼，有恁骨手骨头，恁、那個、骨头咱就知影吼，哎，顺然啊，即个定骨空啊，老骨袂过香，迄无影。骨头吼，那叫骨质叫流失去了，对啦，骨头是会怕的呢。你走路会疼呢，足侪人走路会疼呢，袂堪咪行呢，袂堪咪徛呢，袂堪咪拗呢，安尼啊。啊，老大人啊，吼，那骨头啦，拍去了，就容易破，容易歪掉，歪掉的中间易破，对。所以这真重要，恁骨手做保养，吼，和你介绍，恁骨手和你对。这金明的第二代，金立明的第二代是米巴这集团，吼，重新研发的对。爱经过啥？经过这个无温度，在零下的气温以下落去做。伊成分太高，所以佫无即种日光灯啊，日光的灯光啊，你做过程中间哦，升温也降低，所以你要克服即个日光灯，包括在温度顶下以下去完成即个物件中间就对。以及叶黄素、叶米黄素这种物件，伊的升温会保持较高，所以这第二代最重要的是这两点就对。无咱第一代咧做得好好，第二代升温较悬，咱当然爱第二代互咱食，对不对？这是米吧，只有一团诶团队去研发出来了，对。所以别咧食，咱来食升温较好诶、较悬诶金立明诶第二代，吼、哦，感谢吼。喜、哦、乐通过长啊，长啊绝对要过好用，未使有先死咯，免咱未使有先死咯。喜乐通挂长要做好用，就无唔对啦，吼、哦。我报喜乐清会议。这个血液按摩膜，我常常在咧讲，大家跟各咧讲个对。血液在咱的血经的流通，包括中年军的血经，到底有流通无流通，我嘛唔知啊。但是我特工我就咧食，哎呀，你一两粒尔嘛，啊，暗时两粒，啊，那上计时去中途去食两粒安尼，足简单的就是安尼就对了。啊，互你保持这个血液的流通，会顺舒，袂叫落口，较袂塞的，塞伫心中就好，无好，塞就食力，啊，塞伫脑也食力，安尼就对。所以循环会顺舒，这把真重要哈。喜乐清，我报喜乐清，保存给含属朋友一项尔，也无算，也无算，家己咧放了，家己知影，拍电话过来，甲咱叫保存给这个服用吼。血红素，血红素就是咧贫血的人需要吃的物件。从细个见才叫朋友，目睭会涩，头壳会咱嗡嗡嗡嗡。规工感觉戆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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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个病了咯。除了你感冒啦，感冒那头壳会戆会晕啦，吼爱嗽啦，种种啦。啊，你若无嗽，也无流鼻水，敢那不时就规工在那，感觉头壳拢未爽快，未清彩，迄落型啊，那对。啊，无啥物病哦，无感觉讲我倒无安那哦，敢那即头壳未清彩安尼尔，有可能是回不到，欠血病血。所以风湿团，那是有遮症状的人。只要你贫血的人，你吃血红素就简单了，对。早含两粒，上计下昼时啊，搁吃一两粒安尼尔。所以这是真简单，互咱会当血会当有补充起来，互你身体发挥机能的运作个正常的物件。血红素，感谢吼，有啲无不了解，你做你拍电话咱做详细询问，0800-0500-6668。
好来，感谢啊！阿兰转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电话会在时啊八点到下暗的七点，阿兰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无清楚、无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来甲咱做回答哈，送回服务，产品甲整产品拢直接甲咱送到咱的手来，这拢无甲咱加收任何的费用哈。好来，阿伯，咱继续过来甲接听咱口音的电话吼，大家的焦点拢锁定伫咧这个公道啦，这表示讲这个公道的议题应该大家有哪会正正关心的咧吼，啊，咱这个台牌的电视节目吼，这有五百几万人咧看吼，这是应该公道小寡斗三工吹一下，无拄只甲听，北部只伊听到的是讲会去当无同意。啊，南部的家呢，讲因的朋友听到的吼，讲要去登东夷安尼，啊，那无就无要登，嗯，这南北安尼有差呢吼。好来，咱继续来个接听可以的电话吼，咱的电话26994526，台南的电话，我不查，比如咱卡空，咱个加一个空六哈，来，感谢你好。哎，高大哥，哎，大家好，嗯，你好。我讲啊，公道吼，再加过去有差，就是讲吼，你政府出来去辩论甲说明嘛吼，你特别忙，啊，佮举办着迄个专项的迄个说明会，全国全国全国，大家较了解这个政府的政策，这是真好啊。系啊，啊，无像去年啊咧，十几个啊咧，也无政策辩论，也无啥好像接加亲身。有啦，迄个公道规定，拢一定爱办辩论会。去年我那有办，只是咱拢唔知影安尼尔，拢有办嘛。就是这都是。这个一个新的开始，就是讲吼，大家拢了解嘛，啊，你大家较袂盲目啊。啊，问题即啦，美国第一个投资去做假咱呢，台湾的贸易规个拢偷家己呢。是啊，即安尼足严重嘞。重要啊，迄个，阮都有斗讲啊，斗有票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好，哟。咱就斗讲斗有票啦，吼，尽力。爱大牌哦，都爱尽力支持，啊，唔好叫国民党只乌白乱布哦。无唔对，无唔对，无唔对。好，了解哈，好，来，感谢。继续吹啊，继续吹啊，哈，搁一礼拜尔，搁继续吹吼，好来，好，感谢，感谢，感谢，好来，好，谢谢，系来，你好，好。哇，拍摄吼，人就是啊，麻烦你去点卡一下啦，吼。啊，来，咱的电话26994956，台南的电话，外埔头加空六吼，来，你好。啊，你好。嘿，你好，你好，你好。来来。嘿。台北。因为嘿，我讲四个不同意，台湾更有利。啊是。啊，阮孙，人阮孙也唔捌当过票吼。嘿。人几岁吼？十八岁有啊，十八岁。讲阿孙的啊，你知影这当是啥物意思无？安尼，我阿妈你跟我讲。好。安尼啊，我甲讲吼。你邓那个不同意，就是投给台湾。嗯。啊，你邓那个同意，就是投给大陆。啊，你要选择哪一种的？你讲当年哦，靠我们妈妈要邓台湾的，他要邓大陆。哦。我阿囡仔讲，我话，我这算个巧呢。你讲安尼较简单呢吼。我甲讲，你要投给大陆啊，还是投给台湾？哦。讲靠我们妈妈要走到台湾。中国，中国，你甲讲中国。我甲讲不同意就是台湾，好的，啊，那同意就是大陆，中国，中国，好，啊，你记得吗？哦，第一次投的，好，安尼，安那孙啊，就要投啊，就对啦，吼，有有有，哪里就这样，好好好好，爱囡仔爱甲伊讲一下，啊，囡仔甲讲，好好好，无问题，哦，好好，辛苦辛苦，好，感谢来，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大家好，我补充一下对国民党来猪的看法，好好好，请讲，你来猪，你要讲个哈尼多，嗯。你要提出根据，啊，不然你不能这样一直散播不实谣言，在恐吓人民，嗯，啊，那是不对的，对啊，啊，这样子民进党应该要去提告，没有违法吗？嗯，对不对？嗯，你要有所根据，你才可以把那个美猪来猪讲得很毒，因为你们来牛都是进来吃那么多年的，也没有人怎样啊，对啊，是啊，是啊，是啊，对不对？嗯，那你中选会，你要让伊通过。你买监督啊！补充这一份资料，有不要来扰乱人民嘛！啊，散播不实谣言，那恐吓啊！有对，对不对？一些是安尼算恐吓，所以我讲那个因国民党的支持者说讲，
啊，民众真好，强下小下一个，都安尼乖乖啊配合嘛啦。有，对不对？了解了解了解。啊，所以我这么讲讲，你这样是要提出根据来猪美猪到底有多毒，那你提出根据。哎、嗯，那、啊、你不能这样一直安尼变本加厉，安尼扰乱台湾，安尼啊去表演给国民，这迄、那个中国。哎、嗯，你表演中国看对不对？嗯嗯。所以我感觉讲。民进党，你是不是应该要去提告？因为伊安尼是伫恐吓小老百姓啊，散播不实谣言。出刑案嘛是爱甲监督掉咧，袂使互伊乌白放一挂不实的谣言。嘿，对对对对。所以安尼无合理度啊，前面那一个听众讲的很对啦。不同意就是爱台湾的表现、啊。好，对对对，好。好，好，好咱在倒位。好，咱在倒位，咱在倒位。我新北市啊。新北市吼、哦，好好好好，好好，感谢你，感谢你，感谢来，你好，你好。哦，你好，你好，你好，大家好，你好，你好，你好，嘿，四个同意，四个不同意，要由从来没有投票的人去决定，嗯、因为所有投票的哪一个都是固定的。嗯、如果能这样的话，台湾人事事都如意。再来，就是美猪，嗯，来，喂，嘿嘿，五千，来猪，来猪的问题，嘿，来猪，来猪进来，对不对？你没有跟他买。保证武器一定涨大价，你若无甲买，武器去落去，那就进上中下的收购。嗯，武器摆齐。好、哦。OK。哦哦哦，了解了解，好，安尼知影你的意思了。就是讲，若准做有必来，卖甲买了。但是我要强调哦，咱拿出你讲的时候，一定要甲人讲讲，咱台湾的贸易商拢无人要进来租。所以咱到将是参一鸟的猪肉来煮，美国猪肉来煮都买袂到，互咱来强调这点，唔通甲因讲讲未来你卖买就好，其实未来卖买到伊那是会惊啦。话你著归下讲讲，咱的贸易商根本的到目前为止参进甲一鸟都无安尼就对啦吼。好来来来，你好你好，嗨嗨，好大家好，来去多翻不要通，好好好，你要看一个高雄平原街比较习惯。哈，什么较大声一下来？讲个徐国勇啊，徐国勇嘿安那，用个安那。这个治疗这气喘啊。哦，黑姑。用这治疗气喘，我大就生理真拖个。黑姑的药啊，内底都来克多巴嘛，对。嗯。你第时都唔用气喘。是，迄个气管扩张起来。你今日给来就给过来八杯。有。我来喝。就是安尼，嘿。是。那所以讲，大家拢误解。嗯。啊，无多啊，咱放多放了成功哩。感谢感谢，好来，再来招来你好，嘿。大家好。好，大家好。嗯。嘿。我米龙阿成。米龙阿成，啊，你好，你好，你好。嘿。我感觉咱咧正常迄啰李金勇。嗯。我感觉伊敢那是要回来。哦。我是种感觉咧。这到底什么原因无要甲驳回？咱买来以后开始当了解。嗯。这个问题应该就要驳回啊！你当时啊，那大行都要配合面。哟，大行都贵。哎，我感觉这是在那卧底迄落招，这条比较迄种诶。哦。我有这个感觉，真诶啊。安尼好。那有可能做这个代志。因为伊会当驳回着迄个郭宽敏先生诶，迄落嘿，就表示这会使驳回嘛。咩当驳回？对啊。驳回，哎，是啊，那咱这逐条拢要。是啊，咱都乖乖大行都贵。大车伊讲就无袂当通过物件，伊有迄落权利啊，伊啊免做。是，或者以后较来个检讨，以后较检讨，咱即马先想办法，公道爱赢较国，嘿。对啊。哦。好。查看伊迄落，伊迄落操作看有啥物。无啦，应该袂啦，应该袂啦，吼。好啦，可能小民主去啊，小民主加高尚。当你一个孤单嘞吼。袂啦，有恁咧陪伴，哪会孤单？好，感谢，好，来感谢，来你好，你好。大家好，好，大家好。讲到来煮的事吼，那你今日先甲问讲，啊，你敢知影吼？迄牛吧，马英九的血牛吧进入来吼，我那有一款来克多巴胺呢。对啊，就是啊。哎，我唔知啊，讲，大家讲哦，迄阵啊，十当前伊就进来。对啊，食了几十当年啊。迄阵啊，食到够进，够有讲，做一个因为食到迄牛吧，我来克多巴胺怎？有。哦，安尼，甲问看伊知唔知？无唔对，会知安尼问。问了的是，伊若讲。唔知，吼、哦，阿咱就是安尼个讲，阿若讲知，阿若知，一久都拢无这个问题，阿你即马咧行来煮，哦，知来煮即马也袂入来嘛，无，根本也袂入来。后摆要入来，迄进口商嘛是会看，因为进入来，你若讲哇，阿煞无销，无市场，冻的肉呢，咱菜市也看到迄个肉。对啦，无市场，咱就袂进啦。进入来，那感觉销路无好，阿
安尼伊嘛，你只能是对讲我无爱啊，我要结束啊就好啊。是是是。你高雄会当决定伊要进偌济，唔是讲美国叫伊讲你着爱进偌济，一定爱安怎？当然，美国无要求咱一定爱进偌济哦。好。第三点，我你若准讲食着，你未食到迄个。发病的量啦，不可能啦，比如讲，咱咧食抗生素，嘛讲你一摆甲食一暝落去，好厉害。吼，啊，你气喘的时吼，你食迄款药啊吼，迄就是含莱克多巴胺，升一降的啦。对，啊，伊个会较济啊。啊，你敢会当讲哦，迄莱克多巴胺我会惊，所以吼，医生甲开这个药啊，我哪不爱用，放我去吃久。未使，当然未使。嘛是未啊。对。安尼啊，用安尼一项甲讲啊，互伊家己去想。哟，讲快听咧，安尼啊。那这即马啦，那假使讲即摆卖药通过了后，美国对咱的观感无相像。好，对。咱即马重点就是讲台湾即马经济咧好吼，就是讲向外拢行会出去嘛。哦。顶摆人也讲着台湾，皆是讲泰国的。好。即马是啊，即马拢甲讲台湾，啊而且主动来找咱嘛。好。好。感谢。啊，所以即个是咱就。这个机会就爱将阿无好势，哦，好好好，就是讲遮会当娘的，哦，啊会当咱会当做主的，啊，就尽量尽量安尼做，是互伊起码字嘛较好。安尼好，好，时间到，好，好，是台湾对台湾一定是较好。好，感谢，好，感谢你哈，谢谢，好，来，啊，时间安尼真棒啊，吼，大家安尼可以拢总满线哦，啊，拢来要讲这个做公道的议题。所以咱希望阿爸存在一礼拜时间哦，咱较大牌电视节目啦吼，这个公道是不是咱斗三工搁吹一下呢？颜宽型嘿，我跟你讲，咱公道咱若赢，国民党放落去，这个颜宽型就对你放啊啦，吼，还免什么吹咖呢？好，来，咱来进广告，感谢。来非常的感谢吼，啊，咱接下来要甲听众朋友来介绍吼，这是咱信山的喜乐星。信山喜乐星吼，啊，这是咱这个加拿大尾巴药厂制作而成一个真好的产品，啊，伊专门来针对着咱的心脑血管吼所研究开发出来的一个产品，这对咱真好。啊，咱长期来甲使用吼，啊。会当确保着咱这个血管壁的流脓，长期使用吼啊，会当吼预防脑中风、预防心肌梗塞。加拿大尾巴药厂所来制作出来这个喜乐清，伊最主要有五大成分。所以咱伫咧介绍啊，这味的产品，咱拢会时常强调吼五宝。五宝喜乐清，伊最主要伊内底有南极的红磷虾。啊，当然，这个南极的红磷虾，你对中央甲萃取出来的物件，对咱人的身体帮助真大。啊，咱简单甲讲两项就好，就是最主要伊会当改善着咱的脂肪肝，包括会当增加着咱脑部正常的运作。尤其即马唔知是安怎，因为咱的中辈时代年岁若有，敢若亲像记忆都一直歹去啊。啊，这就是代表讲咱脑内底欠缺有某一种的成分。啊，这种的成分就是咱红极的啊，这个啊南极的红磷虾，伊内面会当可能补充，吼啊，所以对咱这个中年过吼，这个脑部的正常的运作，伊有真好的帮助，长期使用。啊，这是咱南极的深海壳啊掠出来红磷虾。另外，要来甲您介绍，就是北极壳啊深海掠啊掠到的这个青鱼，包括伊的肺啊，包括肺鱼吼，内底所提炼出来这个啊鱼油、Q 天。啊，这物件，伊最主要是咧帮助咱啥物呢？帮助咱维持血液循环正常，包括对心脏病，啊，包括对糖尿病患着糖尿病的朋友，这拢对恁有相当好的帮助。另外，就是天然小麦衣，啊，这个防止咱的动脉硬化，啊，包括防止癌症、防止脑化，包括防止心肌梗塞、防止脑中风，真好的物件，真好的物件吼。搁再来就是巴西的甘蔗元素，这个巴西的甘蔗元素，伊最主要是会当啊降低咱这个歹胆固醇，啊也当吼增加咱好的胆固醇，咱人会体个身体内面袂当无胆固醇吼，啊所以伊会甲这个好的胆固醇留落来，啊甲这个歹的胆固醇吼，安尼甲你降低，甲你去除掉，所以咱五宝喜乐清，这是真好的物件，啊你长期使用了对啦吼。啊，会当确保着吼，啊，咱这个血管壁的流脓，
啊，确保着血液个流透顺序。尤其咱即卖人真侪是拢食好嘛，啊，食好有可能你欠少运动，也是讲你食好欠少运动以外，蔬菜水果你又阁无想要食。啊，你如果平常时你若感觉讲颔棍啊紧，还是讲咱个肩胛头，你感觉讲哎呦奇怪，安尼酸酸，安尼硬强硬强，你爱注意啊，你爱注意，有可能伊是。你甲咱警示，伊是咧甲咱讲讲，啊！你平常时欠过运动，啊，蔬菜水果食了无够，啊，所以你即马即个血一个老套吼，无顺哦，无顺啊，地疏暗棍啊紧，暗棍啊紧，安尼硬强硬强，会点个会酸痛。包括咱人身躯顶正侪所在嘛是安尼哦，你有可能你的手骨迄个所在，还是讲你的脚骨迄个所在莫名其妙，感觉最近拢安尼酸酸呢？啊，唔知的人有可能你的动作讲，你啊根本叫伤掉。运动伤害、工作伤害，无一定是安尼，有可能是咱这个血了血克血液咧流透未足顺序，啊未足顺序会滴出遐个酸痛，这我有相当的关系。所以这种情形之下吼，咱要先甲报告有够清楚对，我报迄落清，专门要处理遮个。所以时阵啊，这个血液吼一定爱注意吼，我报迄落清。除了这边足清楚，我报迄落清以外，信任公司许多山，这大家拢知影吼。配合能骨锁，金立平的第二代，或者白酒、喜乐通，这对这肠爱保养，包括这太多讲讲五宝喜乐清吼，啊个保顺健，这是咱男士朋友也不算，食保顺健吼，袂顺输吼，你放了家己知影吼，血红素，就是贫血需要一笔产品，免食食物哈。食迄个补血，迄吼，迄有哪有哪补会够袂够？迄另外基础了着。血红素真简单，免互你动刀、动鼎啊！补血着爱去煮啦，有诶无诶，安尼啊，废气啦。血红素真简单，早暗加食两粒、两粒，一到时啊，佮加两粒，安尼就 OK 了着吼。这是咱血红素，感谢。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好来，感谢啊！时间的关系，这部到这我那爱讲过一段了哈。咱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的电话 AM 七点以前啊，咱拢有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好，感谢咱这线上所有的朋友呢，安尼这个点半钟的时间，大家可以共同来作为主持这个节目。公道，请佮继续宣传落去，四个无同意啦吼，四个无同意吼。啊，这个叫做来猪，一定爱甲因讲，咱的模样根本都无进甲半尿吼，连掺半尿都无啦吼，咱都无得谈好买安尼啦吼。啊，大家到三间宣传一下吼，来感谢，啊，咱后礼拜空中再会，拜拜。